吃多二十块钱的猪脸板你都敢吃啊，你确实胆子大，但我不敢吃，我更不敢卖。为啥子？我的进价、我的运费、我的人工都不了那点钱。这个猪脸板我的进价就比很多网上卖的号称爷爷奶奶做的土猪的就贵了。为啥他们敢卖我不敢卖呢？因为我有良心在这里头。好，这个猪脸板的价格50多块钱，现在还是活动价，大家买的时候记得领券儿。好，这个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吃了放心。